我还真得谢谢你们收留我，要不然我还真是无家可归了。你跟我还这么客气，你就把这里当做自己家，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最近生意怎么样？嗨，哪儿还有生意啊，现在时局这么乱，有做生意那个时间还不如在家吃吃喝喝。是吗？我看你现在还是一样的风趣开朗啊。哎，我沈丽就是这样，笑也是一天，愁也是一天，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会皱着眉死。难得你光临沈府，这样，米秋正在做菜，晚上咱们小酌几杯。好啊。你还敢提喝酒？哦，是是是，我在你面前我真不敢提喝酒。记得咱们去山寨押运棉花的时候，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我就被那个债主灌晕了。想起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惭愧啊。你还惭愧啊？你不知道吧，我那时候一直醉了几天，到后来我一见到酒瓶子没喝就先晕了。难得你还记得这么清楚。不过今天没事儿，今天我是舍命陪君子。好啊。发什么呆呢？到香港的船票，你要离开上海啊？四笑给我的。之前我和他闹脾气，我说希望我们暂时分开，彼此先冷静一段时间。我本来以为他会生我的气，没想到他愿意冒险留在上海，说要等我一起跟他离开。太傻了。楚楚，我看得出来四笑是真的很爱你，你不也很在乎他吗？夫妻之间哪有不闹别扭的时候？我也不想闹别扭，可是他在意我跟沈丽的过去，我真的搞不明白。我都已经放下了，可是他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呀。我不想把事情搞僵。换个角度，如果有一个爱你的男人肯为你吃醋，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有时候男人比我们女人更小家子气，他们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不会说出来的。这个时候你要好好的去开解他，理解他，而不是去跟他怄气。你知不知道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男人关心你，呵护你，只要他是真心的爱你，就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我奉上峰命令宣布你为上海中统的代主任，等我离任之后由你接任，继续围剿上海地下共产党，严查共党地下组织和扶持他们的民主人士。舒恒，以你的能力，我相信你一定会力挽狂澜，维持好上海的秩序。是，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进来。杨主任。是沈老弟呀，来坐着聊。我刚才看见张书恒气哼哼的出去，出什么事了？咱们不聊他，
说说咱们之间的事吧。黄金我已经准备好了，您打算运到哪儿？我打算用车把它运到广州。不妥，从目前局势来看，广州不是个安全的地方，而且你用汽车运输这么多黄金，路上很容易发生意外的。这广州不安全，还能运到哪儿啊？香港。香港？现在香港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当然知道香港最安全，可是怎么能运过去呢？你把黄金交给我，我让 Richard 用商船运过去，我保证黄金安全地运到香港，出现问题我沈丽负责。这倒是个好主意，美国的商船享有特权，没人敢查。不过 Richard 肯定收点手续费和运费。我说沈老弟啊，咱俩这么好的关系，我的钱你也赚。杨主任，我怎么可能收你的钱呢？我还想让你多介绍点朋友给我认识，我可以从他们身上赚钱。沈丽，你不愧是个生意精，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能想起挣这份钱。到任何时候生意也得做，钱也得赚啊。沈老弟，不好意思，久等了。没事没事，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任风商行的沈丽沈老板，这是看乱处的廖主任。早就打过交道。廖主任你好。这位是上海监狱的陈狱长。哦，沈老板久仰久仰。客气，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坐，请坐。我们之前有一点小误会，那也是形势所迫。沈老板，不要在意啊。廖主任，您公务在身，职责所在，执行公务，沈某理解。而且没您的帮忙，我怎么能脱身呢？感激还来不及，又怎么会怪罪您？沈老板真是大度之人呐，廖某佩服佩服。好。如今沈老弟那可是手眼通天呐。他跟美国的轮船公司有来往，大家伙要是运点什么啊，到时候可以找沈老弟。是啊，太好了，沈老弟，这以后啊少不了找您帮忙。哎，陈狱长，杨主任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那我就先谢谢您了。好，这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今天咱们欢聚一堂，不醉不归啊。好，不醉不归。来来来来来。去不去？你不去我去。来来来，来我们喝酒。
来吧，啊！我还以为是什么贵客呢，原来是你小子霸占我的花眼红啊！哎呦，走，跟我走。哎，这回来。梁部长，花眼红可是我先点。那又怎么样？我喜欢谁就要谁。你小子，滚开！你给我滚开！抢女人，梁国超，我今天就明摆着跟你作对，又怎么样？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要不是我救你，你还在牢里吃牢饭呢！你滚开！哎呀，梁国超，命都是用我的黄金换来的，没有黄金你会救我？梁国超，你现在已经是无权无势的糟老头，现在可是调查局的主任。主任，没有我你能复职？是谁当初送楼又送黄金巴结我？是谁杀了自己的手下替自己顶罪？是谁送上自己的老婆把她弄晕让我享受？要不是你老婆让我很满意，我才不救你这个兔崽子！你给我闭嘴！闭嘴！禽兽不如，简直禽兽不如！怎么了？张树恒这个翻脸不认人的东西，我怎么就交了他这么个朋友？他又找你麻烦了？他为了复职，他不光嫁祸梁城，杀人灭口。他竟然把小旭。把小旭卖给廖主任那个老色狼，这是谁跟你说的？那个姓廖的亲口说的，不光我听到了，整个夜总会的人全都听到了。小旭可是他老婆呀，连自己的女人都卖，真是不可理喻。你说小旭以后怎么见人呢？敏秋，我原来觉得我和张树恒只是道不同，现在看他真的变得一点人性都没有，已经丧心病狂了，我们真得小心一点。你们听说了吗？咱新上任的主任为了官复原职，让自己的老婆跟廖主任睡。嗨，我有个什么心情，我早就知道了。就是这件事早就传遍整个上海了，害得咱们中统的人都成了别人的笑柄了。可不是嘛。怎么都没事做吗？回去工作。树恒，主任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昨天晚上跟廖主任在夜总会打起来了，而且事情闹得很大，有这回事吗？有啊。主任，我昨天晚上可能是喝多了。我不管你是喝多了还是跟我装糊涂，总之我离开上海之前，你少给我惹是生非，你好自为之吧。报告，进来。人犯已经集合完毕，正准备赴广场行刑，请您核对一下名单。走。气足，还留在上海这里等死。
说得很对。你开枪啊！我就是死，也找你陪葬。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我听说那个地方真的挺不错的。是吗？谢谢。谢谢。说吧。我怀孕了。真的？恭喜你啊。舒恒知道吗？嗯。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吓了一大跳。我也能理解，男人嘛，长不大的孩子，等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就没那么紧张了。嗯，男人嘛，有时候确实需要时间去适应的。一会儿陪我去逛街啊，我得给他买点衣服。不会吧，你也太夸张了，这才多久啊？这个叫未雨绸缪。行。哎，小旭，这话吧，虽然有点肉麻，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好幸福啊！恭喜你啊！谢谢。你呢？之后是准备留在这儿，还是跟思笑离开？我也没想好。思笑这个人吧，对我挺好的，可是他心胸太狭窄了，他老是忘不掉我和沈黎的过去。他这样我真受不了，所以想来想去，我觉得与其这样痛苦下去，还不如干干脆脆做个了断。楚楚，你得明白一件事，思笑他是个世家子弟，他能对你这么百依百顺，你说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爱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本来就会失去自我，没有自信，他是害怕你离开他，给他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到底是他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啊？目前我还没有想清楚，我确实需要好好考虑考虑。我去趟洗手间。哎，你知道吗？知道什么呀？那个调查局新任主任呢，为了巴结上司，竟然把老婆献出去，真是不要脸。不会吧，你哪听来的？什么不
服务生，去给那位先生送一杯酒。好的。这是那边的小姐送一杯酒。是啊是啊，谢谢你的酒啊。你怎么一个人喝这么多酒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跟我说说。我和舒恒吵架了。他现在不是挽回就是不回，我在家挺没意思的，出来喝喝酒解解闷。哎呀，这个舒恒太不像话了，回头我说说他，放心啊。话也说回来，男人啊，以事业为重是好事啊，不过家庭也很重要，是吧？现在上海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一个人喝酒是很不安全的。我陪你喝啊。楚楚，柳思笑他是个醋坛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个人肯为你吃醋，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作为一个女人，谁不希望有一个男人疼自己？夫妻之间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肯为彼此牺牲，彼此迁就，只要深爱着对方，其实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柳思笑他是个世家子弟，从小就眼高于顶，就只对你一个人百依百顺。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爱你，他真的很爱你。但是太爱一个人的话，他就会迷失方向，迷失自我。他害怕有一天你会离开他。
给自己一次机会。我放心不下你，对不起。傻瓜，咱们是夫妻，干嘛要说对不起？不是，你坐过了最后一班车，就再也走不了。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主任，您找我啊？舒恒啊，我这就要启程去广州了，上海所有的事情全权交给你处理了。是。舒恒啊，你我都很清楚，现在是非常时期，作为一个代理主任会很不容易，而且共军眼看就要渡江了，上海又是地下共党活动最猖獗、最想争取的地方，所以你的反共救国将非常艰辛，希望你能够不负众望。主任受命于舒恒，于危难之时，舒恒感激不尽。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辜负主任的期望。好，我就欣赏你这份勇气。来，咱们坐下聊。坐。舒恒啊，我和沈丽是至交，我也知道你们素有过节，但是希望你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为难他。放心吧，主任，我不会再生事端了。主任，您这次去广州大概多长时间才能回来？国军经过三大战役以后啊，元气大伤，
长江天险，也很难挡住共军的百万大军。我看呢，败势已定。此次调我去广州啊，也是巩固后方的反攻基础，以图反攻。听说文院长已经把国库的资金全部挪到了台湾，看来他也不打算再回大陆了。我看要想再回来呀，那是比登天还难呢。主任，您不要灰心，我觉得这是委员长的权宜之计。但愿如此吧。舒恒，你知不知道廖主任死了？他死了？嗯。主任，要不要我派人去调查一下？我看不必了，这件事情就交给警察处理吧。听说他死之前和一个女人开房，这个廖主任天性好色，总是和那些女人搞得七七八八的，死在女人的手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主任，请。我已经把他们都召集起来了。诸位同仁，上海就拜托你们了。此刻风雨飘摇之际，也正是精忠报国之时，希望你们能够配合好汤司令，维持好上海的治安，使共产党无可乘之机，使上海成为一个坚强的堡垒，成为共党的绞肉场。请主任放心，我们一定能坚守阵地，站好最后一班岗，不成功便成仁。嗯，这我就放心了。上海就拜托诸位了。主任请。嗯，一路顺风。大家都听到杨主任说什么了？我们党国最大的敌人就是共党，他们觊觎我党国的基业，试图占领我们脚下的土地。汤司令要把我们上海变成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在这里阻击共军，让上海成为共军的坟场，那我们就要成为上海的清道夫，清除体内的毒素，把潜伏在上海的共党分子抓光杀光，抓捕一切跟共党有关系的嫌疑犯，绝不手软，绝不姑息。记住，我们不是为了杀人而杀人，我们是为了保卫上海，以杀止杀。明白，我们都听您的吩咐。嗯，那就好。现在一组去监狱提取政治犯，在大街上处以枪决，用来警告那些对共党抱有幻想的广大市民。二组去逮捕各大报纸公开对共党表示友好的那些文人和记者。三组去工厂、商店、学校，共党就是喜欢蛊惑那些职工和学生闹事，一旦发现有谁散播跟共党有关的消息，立刻逮捕。咱们错过最后一班去香港的船了，怎么办啊？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去广州，从那儿去香港。嗯。张书恒，你来干什么？哦，我们过来是要找柳太太的。赵叔，我们翻阅旧档案，发现你参与你父亲的卖国犯罪活动，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张书恒，你这是在故意找茬吧？那些都是陈年旧账了。我知道是陈年旧账，那又怎么样？现在可是我张书恒说了算，把他带走。是。赵小姐，请吧。楚楚，没事，放心。张书恒，你到底想怎么样？心疼了？如果要我放人的话，可以。一万两黄金。我哪有那么多黄金？没有钱。你们找
谁是老板？我就是。带走。哎，走，哎，走，放开我，快走！你们干什么？纪委官老爷，是当东西吗？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好，我知道了。常总，怎么了？啊，少爷，是老板，坐。苏有子公司打电话过来说，调查局的人把负责人都带走了。张书恒搞的鬼！常总，你赶紧去中统打点，花点钱没关系，救人要紧。好。中统做事，谁是于晓东？我就是。带走。慢着，他犯了什么事？你们要抓他？我们只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做事，其他的一概不知。无论他犯什么事，我是润丰的老板，你们要抓人，抓我。不好意思，名单上没你。走吧。发生什么事了？刚才中统到商行把朝宗抓走了，还把润丰旗下所有子公司的老板都抓走了。杨主任临走前不是警告过张书恒不准动润丰的吗？他就不怕秋后算账？国民党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杨主任都自身难保，哪还管得了张书恒？现在这个张书恒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为党国忠心耿耿抓共党查地下金库的党国精英了，他现在的目的只有两个，就是复仇和黄金。他从我身上得不到他想要的，就从我身边的人，从我的亲朋好友下手，逼迫我交出黄金。可是敏秋，我辛辛苦苦为党赚来的黄金怎么可能让张书恒抢走？但是人我们也得想办法救。喂，沈丽，不好了，楚楚被抓了。谁抓的？是张书恒。张书恒？沈丽，张书恒说了，要救楚楚的话就要准备10000两黄金，我哪有那么多钱呢？沈丽，你跟那个杨主任关系那么好，我求你救救他，叫他放了楚楚吧。思想，张书恒现在只认黄金不认人，找谁都没用。 那我该怎么办？沈丽，我求求你了，只有你能跟他说上话，我求你救救楚楚。沈丽，你别着急，我一定会想办法。这样，我先去找张书恒探探他的口风，你等我消息。好，我等你消息。哦，要第一时间通知我。张书恒又抓了赵楚，逼柳思孝交10000两黄金赎人。这个张书恒，这条眼里只有黄金，见人就咬的疯狗。我得去见见他。你一定要小心呀。你放心吧，他现在只要黄金，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主任，沈丽想见你。他终于想通，过来找我了。哼，让他进来。是。请吧。张主任，你想干什么？无缘无故抓走了我商行一大批人，还翻起了陈年旧账，连赵楚也不放过。沈丽啊，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在夜总会说过，谁得罪了我张书恒，我绝对不会放过。可是杨主任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千万不能动你。他是我的老上司，这个面子我还是要给他的。但是他可没说不能动别的人呢。
张主任，我知道你还在为黄金的案子耿耿于怀，但是我和你一样都是受害者。少给我装可怜。想赎人是吧？好，30000两黄金。还有，麻烦你转告柳思笑，先要赎赵处，10000两黄金绝不二价。书恒，我的黄金都已经被你们抄走充公了，我哪还有黄金赎人呢？都被充公了吗？这些黄金都是我的。这不可能啊。一定是那个廖主任，是那个廖主任贪污的，一定是他干的。不要跟我装傻。我给你7天时间，7天之后我见不到30两黄金，别怪我不讲情面。